走在街头，发现兰州人把吃羊这件事儿发挥到了极致。您瞧兰州沙上，哦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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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您再看这羊头，算是摊上事儿了。兰州人吃羊头讲究顺序，第一口要从最脆弱的眼睛开始。好吃哈，眼睛最好吃。当眼球中的汁水顺着口腔滑进喉咙，继续咀嚼，你能感受到眼球中的筋腱绵中带韧的口感。在美食中寻找极限是西北姑娘的气质。沿着骨缝精准掰开头骨，才能取出最完整的脑髓。点缀辣椒，满满的仪式感。面对这种狠劲，你得收起小套路，土味情话可是撩不到西北姑娘的。